尔时文殊师利菩萨如是观察善财童子殊胜相，以悉以微笑安慰开喻。前面曾经将善财童子做了一个简略的介绍，读《华严经》对于经中所说的表法意趣一定要很清楚，不能发生误会，然后你才能懂得这个经中啊是趣味无穷啊。二十是正在这个时候啊，文殊菩萨这个见到有人来参学啊，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有人来拜访他，向他请教啊，菩萨仔细观察这个人啊，那么从观察当中呢就了解这个人的善根福德智慧都能看得出来。那么看到善财来了，菩萨非常满意啊，你看这个经文上啊，悉以微笑啊，这是很满意的呀，啊，对这个学生呢非常满意，对他安慰，对他开导，啊，这个注解我们把它念一念就行了，啊，这第二，这是第二段。说儿时文殊师利菩萨如是观察，这个下了就是以下这段文字啊，这段经文当根受法啊，当根受法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应机说法啊，善知识教导学生，总是要看学生的根性，所说之法一定要符合他的程度，他能够听得懂，能够理解，也要符合他的需要啊，他想求的是些什么，一定满其所愿，这才叫当根受法。根是根器啊，就是应机受法的意思。经文呢分为三段，刚才我们念的这个是第一段啊，第一段是借前身后啊，就是承前启后的一段介绍。法有所缚啊，所以稀矣，令自保持，故须安慰。这个意思就很深了。在世间法里面，儒家常讲啊，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那么由此可知，中国古代这个家庭的组合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传宗接代，而在佛法里面也是把这个事情啊当作第一桩大事，那就是一定要有承传啊，佛法不能到自己这一代就中断了，一定要有学生传下去，代代相传啊！啊，你看在中国
这个每一个宗派啊，所以祖师祖祖相传，这是佛门的第一桩大事。可是传法之人不容易得到啊，确实是可遇不可求。自古以来，这些修行正果的大德，没有人乘船的占多数啊，他确实是修行正道了，可是一生呢没有遇到一个传人。在现代这个时代就更难了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够乘船呢？那就像经中所讲的善财啊，所以善财啊不是指某一个人啊，这个诸位同学要记住啊，不是指一个人，是要求这个人呢有善根有福德啊，有善根呢这叫做善，有福德叫做财，所以这个善财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有善根有福德，可以传持如来大法啊，这个人就叫做善财。弥陀经上说得很好，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品位往生啊，即使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乃至于往生到西方边地，给诸位说，那个人都是善财。若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决定不能得生，啊，就是连边地都没有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么这个是善经上所讲的善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本人啊，善根福德因缘三个条件都具足，今天我们因缘具足了，没问题了，就是看呢有没有善根福德。什么叫善根？简单的说，你闻到这个法门，读到这部经典，能生欢喜心，能够理解，这就是善根。能够发愿，能够依教修行，那就是福德。那你要是能信能解，你不肯照做，那你有善根没福德啊，说老实话还不如一个有福德没善根的人啊。那个有福德没善根呢，他对这个经典他不懂，他不能理解，但是他能够老实念，也能往生啊。往生品位虽然不高啊，不要紧，为什么呢？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啊，下下品往生呢，他的受用啊，智慧德能跟上上品也差不多啊，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啊，这是西方世界跟一切诸佛刹土所不能比的地方啊，就是无比的殊胜。
那么文殊菩萨今天遇到一个可以传法的学生了，这高兴啊，啊，这希夷，这说出他的这真是时时刻刻所盼望所希求能有这么一个学生出现了。啊，安慰开导啊，是勉励他要珍惜这个稀有难逢的因缘。这个话实在讲呢，也正用在我们先前。啊，这个因缘不止开经偈所说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吉清居士从前说过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这是真的，决定不是夸张的啊，实实在在的话啊，非常稀有，非常难得，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缘分啊，要求解，要发愿，要认真的修持。下面这一段，这就是传法了啊。这个小注里都说正受法门啊，正是传授给他的法门。华严经，我们从传记里面知道，龙树菩萨当年在龙宫里面啊，这个龙宫就是大龙菩萨他的住所啊，大龙菩萨的住所。菩萨收集世尊所讲的圆满的华严经啊，这个经本藏在龙宫啊。龙树菩萨所见到的这个圆本呢，那个分量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啊，古印度计算这个经文分量呢，是用计诵为单位啊，不像我们中国人，中国人是用字数为单位啊，比如说你这部书里面有多少字，用这个做单位。这个一首偈是四句啊，不一定是偈颂，这个长行也是如此，只要是四句就叫一首偈，就叫一偈啊。这个偈的分量就太大了，没法子计算啊，十个大千世界微尘偈，这里面分多少品呢？说一四天下微尘品，这个我们用天文数字来说啊，都太小了，没有法子啊来比喻，所以这样详细广说的经文，我们这个世间没有人能够接受啊，所以再看中本，中本是六本，分量还是太大。最后看什么呢？大概是看目录纲要啊，就像咱们四库全书啊，目录提要一样。啊，你看过去商务印书馆呢印的这个四库全书，啊，这已经是缩小了。
金装1500层，像我们这个大藏经啊，15套啊，我们大藏经一套才100册，1500册，一部四库全书等于这个15套大藏经，这么大的分量。目录提要啊，有5册，那就少得太多了。这个原本的目录提要有5册，商务印书馆呢又把它重新编排了一下，编成1册。这是看全书的目录啊。我们现在念的这个《华严经》是什么呢？就等于商务印书馆编的那个1册目录啊。所以你要晓得，这个地方所讲的10句，每一句里面的呢，不晓得有多少文章在里头啊，它是题目嘛。龙树菩萨传下来是这个本子《华严经》的目录提要啊，我们看到已经够熟了。这个本子传到中国来又不完整。龙树菩萨传到这个世界来的这个《华严经》有10万偈。而传到中国来的一半还不到啊，最早东晋传来的只有36000偈，你看一半不到这是经分量太大了。从前这个用这个贝多罗树叶写的我们称贝叶经啊。也许诸位在故宫里面看过那个叶像芭蕉叶一样，也裁得很整齐，一片叶写4行，你想这一部书啊多少，两面用绳子穿起来很容易丢掉，丢掉就散失了。所以传到中国来的本子是残缺不齐的本子。到唐朝武则天时代，舍塔南陀法师到中国来也带了华严经，比晋朝时候啊多了9000偈那么这翻译出来说就叫80华严，80卷总共多少呢？总共45000偈5万偈才是一半呢，45000偈还缺了一大半呢。这一部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部，这是贞元年间唐德宗的时候，印度有个小国的国王对中国进贡，就是对皇帝送的礼物，这是作为礼物送到中国来的，而这一部分是完整的一翻译出来我们称它做40华严，40华严就是完整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华严经最后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完整。所以整个合起来中文的译本呢大概只有原本的一半所以缺的地方就太多太多了我们一定要了解。因此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都含着5量意我们念的一句经文可能就是一个题目这是对于这部经首先要认识的然后你再看下面传法传法布施这几句内容太丰富了，这是传法的题目请看经文。
广为演说一切佛法。这一句是总说，就像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世间自在王如来给法藏比丘说法一样。啊，你看世间自在王佛给法藏比丘说法，说了多久时间呢？千劫，时间是劫来算的，千劫。啊，而在经文上就是一句。那一句就说明的是一劫千劫为他说法啊，这广为说法了啊。那个时候人的寿命长啊，佛住世42劫，所以千岁那个时间对他们来讲不算太长，寿命长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主是无主卧室啊，寿命很短啊。那么受持甚深广大的佛法，确实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啊。这一句是总说，下面呢这是别说啊，别是总中之别啊。言说一切佛法，哪些佛法呢？每一句里面都有一切啊，都有这个字。所谓说一切佛即皆法，清凉小注里头有啊，这个别有十句啊，这是第一。第一是说因法，后面八句是讲果法啊，最后一句是总结啊，这因果都在其中。因是修因的，不是一尊佛修因的，一切诸佛如来在因中所修学的。你看这一句里面就含这么多意思啊。我们常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从初发心怎么样修成佛道，这一句就都包括了。虽然在这个地方经文很简单，可是世尊在大小乘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很多啊。这一句我们就应该要明了佛平常所说的一些因地修学。我们也因为节省时间起见啊，总不能把这一句这么念了就算了，那多少也要说几句吧，我们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我们都是念佛的，在无量法门里面选择念佛的法门啊，这是高度智慧的选择，真实福德的选择啊。你选择这个法门，那么佛在经中里面告诉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观经上讲的三福
这三条佛说了，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修行正果都以这个为基础，你说多重要。第一条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第一条啊，第一条是基础的基础，根本的根本。你要说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就从孝亲尊师学起。这是基础，学佛的开始啊。佛法在中国是以四大菩萨代表大乘修学的层次，第一位就是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代表的是什么呢？诸位如果细读地藏三经，你就恍然大悟啊，原来是三福第一福的详细说明。那三福第一福就是地藏菩萨古德告诉我们，人在临命终时，那是来世最福的分水岭啊，就在那一念之间呢，啊，你是去做佛，是做菩萨，还是去三恶道，就是最后那一念啊。这个一念的时候啊，自己完全做不了主。啊，听别人摆布啊。啊，你的家亲眷属如果不懂这个道理，啊，看到你要走了，又哭又闹又舍不得，好了，这下就把你送到三恶道去了。啊，那他是好心呢，以为自己很孝啊，这怎么个孝顺呢？把老人送到三恶道，这叫孝顺啊。啊，这就是不懂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多少修行人在这个时候啊，遇到这些冤家对头啊！比什么都可怕。啊，我们这个道场过去曾经印过赤宗虚旨啊，我是怕大家呢看到这本书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看过，那就很可惜了。这个书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这一次我特别用红笔把它画出来，套色套色印，题目把它换了。因为大家看到赤宗虚旨，心里都怕怕的，这死不得了，这是，所以对这个兴趣也就没有了。我把题目换了，换成怎样念佛往生成佛，这题目大家看到很安慰，很高兴。啊，我叫印刷厂印了10000册，啊，你们好好的去看看。你才晓得临终这一招的重要啊！如果你旁边的人的时候无知的时候，那真的你的一生念佛的这个因缘呢，都断送在他们手上，太可怕了啊！怎样才能保险呢？不受人摆布呢？
行，你能够预知时至，站着走，坐着走，不需要人用这个助念，行啊，那是你的本事啊。可是你要懂得怎么修因呢？那是果报啊。别人可以做得到，为什么我做不到呢？实在讲，人人都能做得到啊。怎么个做法呢？熄灭贪嗔痴，转贪嗔痴为戒定慧呀，你就做到啊。这个事情别人帮不上忙啊，佛菩萨也帮不上忙，要你自己帮自己的忙，自己转自己的念头啊。这一段事情我们看得很多啊，在台湾，我是38年在南部讲经，啊，37年的时候，在我去的时候早一年，那个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婆站着我说，啊，这个事情现在南部很多同学都知道，我提起来有很多人知道。他只念3年佛了啊，预知时至，他走的时候没告诉家人呢，一告诉家人呢，一定又哭啊，又闹，又伤心啊。好了，他走不了了啊。他高明处不告诉家人啊，他是吃晚饭的时候走的啊，家里叫他吃晚饭，他叫他家人，你们先吃，不要等我，我去洗澡啊。洗完澡之后，他在那个家里的小佛堂的时候，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站在那念佛走了。啊，那家里人一家人等他吃饭，等了很久没出来，就找他。啊，到浴室里看，的确洗了澡了，没有在。再到看看，他在佛堂站着，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他往生了。这种人有本事啊，高明啊。他为什么能做到？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我们今天做不到，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与自己有关系的事情牵肠挂肚还罢了了，没关系事情也牵肠挂肚，你说糟糕不糟糕？那哪些事情没关系？就外头乱七八糟的事情与我们都没关系嘛，没关系还把它放在心上，你说你该不该死啊？不得了啊。那是佛能成佛的时候，他懂得修因啊，他能够集结一切善法啊。这个善不是善恶之善，善恶之善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善法是善恶两边都放下了啊。实在说，我们前面讲的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重要啊，那一部经就是世尊呢当年在世为我们现代人说的啊。他讲末法时期啊，要用现代的话来说，释迦牟尼佛的预言呢，预言在今天就兑现了。经文一开端，佛就真是慈悲到了极处啊，教给我们一定要遵守，不求他过，不举人罪。我们今天这两条做不到啊，一天到晚两个眼睛就像贼眼一样啊，专门看别人过失，专门找别人麻烦，你还能成功吗啊？你念佛为什么不能得三昧？为什么不能得功夫成片？你那个毛病呢？毛病就在这里啊。所以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不要说与我不相干的，
与我相干的也放下了，也不挂在心上了，你就能做到啊，世法佛法统统放下，你才行啊，你才会相应啊。这经上常讲，大家口上常念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你相应在哪里呀？啊，什么叫相应啊？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就相应了。这个不相应啊。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说法。阿弥陀佛是什么？清净平等觉，你们在无量寿经上读过啊。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尊者，你要不要见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啊。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跟清净平等觉相不相应？相应呢，那你就是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啊。我念佛跟清净平等觉相应，那我吃饭跟他相应不相应呢？我念佛的时候相应，吃饭不相应，那工作也不相应，应酬也不相应，那说老实话，你念佛也不相应。为什么呢？一相应你一切都相应啊，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与清净心相应，平等心相应，智心相应，这叫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才叫个念佛人啊。念佛人就是在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应酬当中，心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啊，都是觉而不迷啊。怎样才能做到呢？般若经上讲得好，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的若无其事的啊。般若经上讲的若无其事，宗门的禅宗里面讲一丝不挂了，毫不沾染呢，这就相应。否则的话呢，你功夫再好，临命终时你的命运操纵在别人手上，这个是可怕极了啊。这三福就非常非常要紧了啊。彻宗经梁里面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啊，特别是他平常没有学过佛的，或者学佛不相信净土的人，你劝他念佛他不肯念，那怎么办呢？念地藏经给他回向啊。念地藏经回向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叫他肯念阿弥陀佛，用地藏经做底子做基础啊，以这个功德回向劝他念佛，哎，他就欢喜了，他就肯跟着念了，目的在此地啊。哎，就这奇怪了，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情形呢？说实在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有冤家债主，那一些鬼魂的时候环绕着他的身边啊，这些人，这些这个冤鬼呀，你念阿弥陀佛他不相信，他不接受，你念地藏菩萨他接受啊，所以你念这个时候他们离开呀，让他的善根福德逐渐恢复，劝他念佛往生，道理在此地啊。
我说这些话也有用意。啊，这些年来我们专修净土法门，忽然我又叫人念地藏经，现在又讲这华严经，怎么奇怪呀？那个法师啊，怎么专修，怎么现在又变成杂修了？我告诉你，我没有杂修，我还是专修。啊，可是我这个专修方法你们学不得，你们要学了就变成杂修了，我这个修法是专修。啊，道理在哪呢？我能把它融归到净土。你们现在为什么是杂修？你们因为分别心太重了，执着心太重了。这个地藏经决定不是阿弥陀经，我看地藏经就是阿弥陀经。啊，所以我是专，你们是杂了。啊，我看一部地藏经就是观经三福第一福的注解。啊，我看华严经就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啊，这是一不是二啊。啊，你们看这个经，这是华严宗，这不是净土宗啊，你在那里打妄想分别执着啊。啊，所以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断，老实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啊，我讲这个经来听听可以，啊，不要学，啊，你学不到，你一学就坏了，啊，还是老实念佛，老实在家里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就对了，啊，懂得我说法的意趣之所在，啊，所以此地这个所谓摄一切佛集结法。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三福，啊，三学六度，啊，普贤十愿，啊，如果再说的多一点呢，那像是四念处四正勤，啊，五根五力，啊，八圣道，这三十七道品，啊，这都是佛在因地修学这个一切法的总纲领，啊，集结这一些因法了，啊，修因的方法。再看第二句，啊，从这个向下来一共有八句，啊，这是讲的果法。因只说了一句，果说的多，是希望我们从如来果报上产生羡慕之心。啊，这果说的多，因就说的少了。啊，为什么因说的少呢？后面每一餐都要细摄因行，啊，就在此地先引起你的仰慕之心，啊，希望你发心来学佛，啊，摄一切佛相许法，啊，这个相许是讲的乘船，啊，一代一代的乘船，啊，诸佛如来也不例外。像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大迦摄尊者没有入灭，大迦摄现在还在世啊，那他没有入灭啊，他的责任是要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底下一尊弥勒佛。弥勒佛要什么时候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呢？那根据经上记载56亿7千万年。那么迦摄尊者他的寿命就要有这么长，要等到弥勒成佛将释迦牟尼佛衣钵传给他，哎，所以这样说看起来释迦牟尼佛衣钵大概有好几套了。那
大魔祖师来中国不是带了一套来吗？大家设那一套那是真的了，恐怕这个大魔祖师传来的是，那是释迦牟尼佛衣钵的复制品，可能是不是原文是，所以这是经上有记载的啊，要传给弥勒佛啊，所以迦舍佛现在还在世间啊。你看这个虚云老和尚的传记。虚云老和尚曾经在鸡足山，在云南鸡足山呢住茅棚，对，听到念经沐浴的声音，可能就是迦舍尊者在诵经啊。虚云和尚脸谱上有记载啊，这个世间有佛菩萨住世啊，没入灭啊，他们寿命长远呢，得自在身呢。这是讲这个佛佛乘船的这个法，说一切佛次第深如法，这个意思就广了。一切诸佛修行正果，决定不是一个法门啊，无量法门呐。所以大经上常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这是真的。任何一个法门你要依着它修行，都能够成佛，都能够证果啊。你要问那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原因我们也不难懂啊，原因就是修定啊，戒定慧三学展开来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归纳起来不外乎戒定慧三学。那么由此可知，无量无边的方法，实在讲戒就是方法啊。平常我都跟大家讲，持戒的定义就是守法啊，遵守老师的教戒啊。守法呢，你一定要守一个法，你才能得定。你要同时修很多法门，你决定不能得定啊。你得的是什么呢？你得的是佛学常识。说老实话，与了生死决定不相干啊。这是古今中外多少学佛人犯的通病啊，不知道佛法修的是什么啊。佛法修的是定啊。你自己想想看，你是学一门容易得定，还是学个十门二十门容易得定？就很显然的道理嘛。那一门呢，你每天想的就这一桩事情啊。所以一个真正修道人呢，不但是佛法都舍弃啊，我学一本经，我天天念这部经，天天想这部经啊，一年想到头，年年都想这个经，慢慢自然得定，他妄念少了啊。佛法上且要舍，在《金刚经》上讲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都要舍，非法是世间法了啊。世间这些东西你要放在心上，那就更错了啊。说老实话是与你不相干呐、与你不相干的东西也要拉拉拉扎的时候放在心上，你就没救了。所以会修行的人懂得，他知道这个修行的目标在哪里，方向在哪里
啊，什么人的事情他也都不要管，哪个道场事情都与我不相干。啊，诸佛如来的事情、菩萨的事情跟我统统不相干。啊，我们修净土顶多就念西方三圣，啊，少一尊阿弥陀佛就够了，何必去拦那么多呢？啊，念之在之，你心就得定了。这个定就叫念佛三昧，就是一心不乱，啊，你才能得一心啊。啊，因此法门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门，你要是有老师传法给你，都会叫你一门深入，决定不能涉及第二门。啊，从一门当中成就戒定慧。啊，那个定要定到什么程度呢？禅宗里面的标准，明心见性。啊，我们净土宗的标准，理一心不乱。啊，不是四一心，要得理一心不乱。得理一心不乱呢，就开智慧了。啊，就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啊，得理一心不乱之后啊，才可以广学多闻。这四弘誓愿呢，实在讲就是修行的次第。啊，这个讲的这就是一切法次第法了。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呢，那个烦恼以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无明烦恼断了一分了，断一品了，才能够修无量法门。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没有破无明，决定不能学很多法，学很多法决定产生障碍。啊，现代人修学真叫奇怪呀！啊，真是一般人家叫莫名其妙啊。他妙在哪里呢？他四弘誓愿前面两个不要了，度众生的愿也不要，他看到这个顺眼度他，那个不顺眼才不度他了。烦恼他不要断，他就要广学法门。他过几没几天他就宣布他成佛道了，你说妙不妙啊？好像这个盖大楼一样，四层大楼，前面两层不要，下两层不要，哦，第三层、第四层它盖成功了，这个妙啊！啊，所以现代学佛要小心，不要被人骗了。啊，那个凡是盖大楼啊，下面都不要，它上头盖成功了，那都是骗人的，那不是真的。底下一句，摄一切佛，众会清净法。这条要紧啊！实在讲，这个里头句句，都是我们的学处。啊，众会，四个人在一起共修，就叫众会。啊，会是聚会。众是四个人以上再一次聚会，啊，每一个人都得清净法。啊，怎么得来的呢？六合净。啊，人人都修六合净，这一个团体聚会呀，就是清净法。啊，二六合净里头真正的基础
是见和同解，现在人讲建立共识，这一条最重要。而佛家这个共识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清净心上。要以我们无量寿经来讲呢，就是以清净平等觉为标准，这五个字，人人心地都清净，清净是没有染污啊，就是没有烦恼啊，没有染浊啊，平等是没有分别，觉是清清楚楚，一丝毫不迷惑啊。你念念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了，这就是清净法。所以往生论里面讲啊，清净句，清净句怎么个想法？坛南法师注解里面说的很多，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的注解引用了不少，你们都看看了吗？有没有看懂呢？我相信你们都没看懂。也难怪你们没看懂。用现代人说，他没住得清楚吧。说再讲呢，古来这些大德住是住得很清楚了，我们领会不到。现在人听话的时候不能含蓄，不能拐弯抹角，不懂他的意思古人的话含蓄，现在要直说，直说都听不懂，那你再含蓄那更糟糕了，当然不懂啊。这个清净句就是与清净平等句相应相应那就是清净句而古德这些注解呢都用阿弥陀佛这一句，你跟阿弥陀佛相应呢，这就是清净句可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心里还是打妄想，还是乱七八糟的，还是不清净所以我讲这个阿弥陀佛你们体会不到，如果讲清净平等觉你们容易懂了清净心就是阿弥陀佛，平等心就是阿弥陀佛，觉心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意思你就比较容易了解了所以这是无量寿经的经体好那么这个海会大众啊，那就叫清净法了特别是我们修净宗法门的同学，我们聚会在一起，与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有几分相应这一桩事情千万不要找别人，那个人不相应他不清净你不要管他，管自己。佛没有叫你管别人，所以佛我们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没话说那就是你仔细去看戒经，佛所说的一切戒律他教给我们戒自己不戒别人戒律谁遵守呢？你受了戒你自己遵守决定与别人不相干，你这个持戒才能得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现在人受了戒了，持戒决定不能得定
为什么呢？他受了戒之后啊，他就拿这个标准到处去量人，这个也犯戒了，那个也破戒了，他的心里面烦恼得不得了啊。本来他没有烦恼，心很清净，看到这个人破戒的烦恼，那个人是犯戒又烦恼了，他天天为这些事情烦恼，到最后啊，他的结果就到阿鼻地狱去了。你是冤枉不冤枉啊？他真的去当地藏菩萨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呢？那地藏菩萨是入地狱是为了度众生的，是的，他这个堕地狱是冤枉啊，那是太冤枉了啊！不可以不知道啊！啊，过失都在自己一生啊，与外面缘境缘没有关系啊！你还错怪别人，还怨天尤人，你不就罪上加罪呀？这个实在讲，这是不解如来所说意也。这个开经偈讲，愿解如来真实意。解如来真实意有几个人呢？啊，所以我们早年的时候接触佛法，看到这个世尊对戒律这种讲解，我们佩服。你看世间法律，它是治别人的；佛的这个戒律治自己。与别人不相干啊，在我们在讲，这才能得定。那这样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啊，才能够成佛做主。啊，每一天看别人的过失糟了，啊，这个就坏事了。第五句。说一切佛啊，法轮化导法，这一句是讲佛教化众生的方法啊，这个太多了。世尊在经上讲八万四千法门，四弘誓愿里面讲无量法门，为什么佛要说这么多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实在讲佛哪有法于人呢？那《金刚经》大家念得很熟啊，《金刚经》上就说得很清楚啊，佛无有定法可说，不但没有定法可说，佛简直是无有法可说，所以才教给我们呢，法上应持，何况非法啊，那个邪就是不要执着啊。为什么不能执着？因为佛没有定法啊，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因众生根性而说的，应机而说啊，就跟这个地方这个课题一样，当根说法，众生的根气不相同，因此佛所讲的法不一样啊。就如同一个大夫啊给病人治病一样，众生害的病不相同啊，那个大夫开的药方当然不一样啊，不可能是两个人害的一样病吃一个药方，没有这种道理的。纵然同样的病啊，也有轻重不一样啊，那个处方里面说分量不相同。那药可能相同，分量不一样。如果人要没有病了，那个大夫就也没有药了，也就没有药方了。因为众生有种种病，所以佛就有种种法。就是这么个道理。
啊，这个就是转法轮教化众生。啊，就我们知道这些原理，啊，晓得佛所说的一切法是治我们的毛病的。啊，我们的毛病也就不外乎啊，这毛病虽然很多，归纳到最后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就是三大类。啊，哪些法帮助我们破除妄想的？哪些法帮助我们断分别的？啊，哪些法帮助我们断执着的？如果我们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佛就没法了。啊，所以佛法怎么可以执着呢？啊，下面一句，摄一切佛色身相好清净法，这一句是举一个例子。在摄法界里面举佛法界，为什么不举其他的法界？其他法界的色相啊，比不上佛法界。佛法界尚不可得，那这个色相啊，不可得，色相无所有啊，何况其余？这就好懂了。啊，色身相好怎么清净？给诸位说，不执着就清净了。啊，执着就不清净。这个道理很深，可是啊，一定要懂。啊，不能不懂啊！每一个学佛的同学都要懂得。啊，为什么呢？不仅仅是出家了要弘法利生啊，在家同学，只要你学了佛，你受了三皈五戒，你就有弘法利生的使命啊，你有这个责任呐。啊，弘法利生是不是天天跟人讲经说法？没有必要，不需要。我这个色身呢，就是个招牌呀、啊，什么招牌？学佛的招牌。你看看这个招牌好不好？人家一看到这个招牌不错，他就学佛，你不就度了众生吗？啊，他看你很年轻，看你不老，看你精神饱满，满面红光，快快乐乐。他就很羡慕啊，哎呀，你怎么这么快乐，我怎么这么苦恼啊，要我学佛啊，他就来学佛了。啊，学佛就可以像我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这个色身相好啊，就是学佛的招牌啊。你要每天搞一个苦恼的样子，愁眉苦脸，你就把佛的招牌砸掉了。人家一看你这个样子，哎呀，不能学佛，你学佛像他这个样子，你还以为你念佛有功德，你为是罪过啊，你把佛的招牌砸掉了，佛是金字招牌啊。啊，这一句就是讲招牌啊，好啊，招牌好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么好相吗？给诸位说，都能。啊，为什么都能呢？相随心转，大概你们都听说过。真的相随心转呢、啊？相能随心转呢？这个身体体质也是随心转。大乘经上常讲，
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是讲十法界一真庄严怎么来的？从念头生出来的。如果你心想清净，你的身就清净，你的相就清净。啊，清净的身相是最好的形象。啊，我们今天讲啊，自然，一切都能够随顺自然，就是最美好的。啊，现在这个科学家天天讲自然生态啊。诸佛菩萨就是圆圆满满的自然生态，丝毫没被破坏。啊，你看《楞严经》上讲清净本然，啊，我们《无量寿经》上讲了八个自然呐，够多了。啊，现在这个地球上自然生态被破坏了，为什么被破坏了？还不是被妄想破坏的。这些人在打妄想，天天打妄想，天天把自然环境破坏。我们人这个身体也是如此，色相也是，你天天在打妄想，把你这个身体组织破坏了。这一破坏的，你的毛病就多了。所以学佛的人，这个身是有病不怕了，很容易恢复啊，念头一转变，你里面的组织就恢复正常了，你哪里会有毛病？啊，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这里头是这是古今中外，他不信佛的人很多，但是他都想求一个养生之道。啊，没有想到养生之道啊，在佛法里面最圆满、最健全。只要你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啊，你的色身相好就清净了。那么在一般大乘经上讲呢，与大般若相应，啊，就得清净法。大般若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啊，佛说了22年，这个经翻成中文是600卷，啊，在佛法里面呢，部头最大的就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把它总归拿起来的时候，就是两句话。无智亦无德，啊，再说得明白一点呢，就是无所有不可得。事出世间一切法皆无所有皆不可得，你能与这个心相应的，岂不是与清净平等觉相应了吗？啊，说一切法了，无所有不可得，你听了很不高兴啊！给你换一个题目，清净平等觉，你听起来就很欢喜了。其实一桩事情，啊，这是真实智慧，啊，这是自信的全体流露。啊，一部华严所说。就是显示出这句话的真实意义。啊，我们在那里看到佛菩萨的生活，啊，佛菩萨的工作，佛菩萨的事业，佛菩萨的应酬，啊，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啊，第七句，说一切佛化身普遍成就法，化身是本体，从离体流出的相状产生作用，
这在本经经题上用大方广三个字来表示，大就是讲的发生，本体，方是讲的现象，十法界一真庄严，广是讲它的作用，就是因因果果，循环不息的作用。普遍成就法，在觉悟的法界，大觉法界里面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在这个经上至少给我们讲了两个很具体的成就法，一个是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一个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本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这是净法界。然法界里面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从哪里来的呢？从一真法界来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从化身流露出来的。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了，怎么个变的呢？你有妄想，就把一真法界变成四圣法界，佛菩萨声闻缘觉。你有妄想，你有分别，那你再有执着呢，就把这个法界又变成六道轮回。由此可知，诸位，如果你对于一切法再不执着了，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你在于一切法我都不分别了，哎呀，那恭喜你了，超越十法界了。超越十法界，你就证得一真法界。你要往生西方净土，是生十报庄严土，不是生下莲土，不是这样。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这个事是真的，不是也不难呐、可是要靠自己，你求佛菩萨，佛菩萨帮不上忙，没办法，戒令还是系令人。这个十法界六道是你自己变的，还是要你自己从里头出来？佛给我们做正上缘，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事实真相说清楚了，处理的方法说清楚了，我们明了之后，那自己就晓得怎么个做法，在哪里做，就在日常生活起心动念，从早到晚，点点滴滴，遇到对人、对事、对物，我都不分别，都不执着。我不执着，我就不在六道轮回；我不分别，我就不堕十法界。这是真正会用功啊！那功夫怎么用呢？一句阿弥陀佛。你不会念的，天天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天念十万声，古人讲了，喊破喉咙也枉然。那什么，你口念呢，你不会用心。会念的人呢，心口一致。会念的人，一句阿弥陀佛，把执着打掉了。我心里那个执着念头一动，阿弥陀佛。把打掉，会念呐、把六道打断了。分别心才起来，一句阿弥陀佛，这分别打掉了。绝对不落声闻缘觉，全叫菩萨了。所以你句句阿弥陀佛了，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就是与一真法界相应。与西方极乐世界相应。
这叫会念呐、啊。那不会念就天天拿念珠像打算盘一样，没用啊，还是要搞六道轮回啊。你看看会不会的差别多大，不能不知道啊。那自从前李老师常讲啊，这念佛人一万个念佛人能真正往生的只有三五个啊。啊，他老人家说这个话我们不晓得听多少遍了，但是究竟为什么他没说清楚，我们也不敢问他。啊，我今天给你们讲清楚了，你们今天再堕落那就是很冤枉了啊。所以要会念啊，会念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妄想分别执着念掉啊，一切人事物与我都不相干啊。你看金刚经上不是说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不相干嘛，何必扯到自己身上来呢？你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啊，对人对事对物那一句阿弥陀佛要管用啊，这才行啊。这个是一切佛法这是一切佛法的普遍成就法。第八句说一切佛无碍辩才法，这个好懂啊，这个佛的智慧圆满，因此他的辩才就无碍了啊，有这个能力才能教化一切众生，有智慧能观机，有辩才他会说法啊，他能够说的叫听者深信发愿啊，依教奉行。第九句说一切佛圆满庄严法，这一句是别说里面的总结啊，后面一句那是总结的总结啊，这是借前面的七句啊，都是从古上说的。这个庄严，你比如说本经讲毗卢遮那佛的一真庄严啊，在八十卷经里面，第一卷到第十一卷，哦，到十二卷的上半部，总共有十一卷半的经文讲这个毗卢遮那佛圆满庄严法。啊，这一段经不太好懂啊，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但是无量寿经大家念得很熟，无量寿经上里面所讲的是阿弥陀佛圆满庄严法啊，我这样说起来你就体会就比较深了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都是讲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圆满庄严法啊，这是说一切佛啊，这个果地上的圆满法。幕后这一句总结说一切佛平等无二法啊，这一句非常非常重要啊，一切佛平等无二啊，不是说佛跟佛平等，佛跟佛当然平等，佛跟众生也平等，佛给万事万物都平等啊。你要说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居不可得啊，居无所有啊，所以总而言之是佛也归到无所有不可得，法界也归到无所有不可得，六道也归到无所有不可得，无所有不可得是真如本性啊。但是我要问你，诸位必须要懂得，无所有是什么都有，不可得是样样都得，这个奇怪了是不是？那为什么叫你无所有？你心上不能有有，那有啊，
这通通都有啊，你那个心里头不能有，心里头有什么？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心里头不能有德，心里头有个德呢，又是妄想分别执着。大家懂得这个，不是说哎呦这些都没有了，那没有了，那佛法到哪里去啊？那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说法49年到底有没有啊？啊，这个话决定不能听错啊！所以说无所有不可得，你的心才干净啊，你的心是真正清净平等觉啊。啊，再告诉你，清净平等觉也无所有，也不可得。你懂这个意思吗？你心里说，哎，我很清净，糟了，你又有了，你又得了。哎，告诉你，那不可以有吗？啊，所以无所有是样样都有，是真有；不可得是样样都得，是真得，那可不是假的。啊，你心里头要有这个有得这个念头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永远不能脱离轮回。好，我们今天讲到此地。